在普利，其实我们家是种自产种茶，但是我在普利的专业别是特色茶粉，那什么茶粉我就讲过了，就是把茶叶研磨成粉。其实我们的东西其实都是烘焙师，烘焙点点冰品饮料的原料。那所以我的客户其实就是一些，最主要就是做甜点的、做饮料的，然后做烘焙的，那做冰淇淋的这些。那所以我需要的引荐就是说像，这些餐饮顾问。那因为后来我参加展览就知道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的梦想就是开咖啡厅、开饮料店，但是很多人有钱不会开，所以他会找餐饮顾问。那找像品同这样子这种设备厂商，因为我们的共同客户，这些都是我需要的引荐。以上，谢谢。